个体户，一个久远却熟悉的名字。1980年，20岁的张华妹领取了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个体户。今天我们来到了浙江温州，去听听张华妹的故事。58岁的张华妹在浙江温州经营纽扣生意。作为中国几千万私营业主之一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1960年，张华妹出生于温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一家九口人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从小就知道，我家晚上一家人都吃稀饭，因为米根本不够吃嘛，只好做稀饭嘛。由于家境贫寒，张华妹从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回家，帮助父母照顾全家人的日常生活，直至成年。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出路很窄，要么考上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或者参加社会招工。可是招工的名额和编制也很少，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父母退休后，由子女顶班的情况也很常见。70几年的时候，都是妈妈爸爸退休，给我哥哥顶了。可还有一个条件是这样，你家两个子兵可以分配一个单位，你家就是一个子兵，你只能待业在家。待业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我要活路，要吃饭啊。迫于生存，张华妹决定铤而走险。她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摆了个小摊儿。当时的年代，虽然你是发个凳子，买几个手表带，买个零的东西，你也是属于一个犯法的。这些的人也是没有选择，也别无选择。但是当时呢，有这个选择就不错了，他们至少解决生存问题。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资本主义尾巴这个词，但是在40多年前，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像张华妹这样的小商贩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被割掉的。他的幸福生活。80岁的陈寿柱曾经担任过温州市工商局个体经营管理科的科长。资本主义表现在温州4个地下，地下工厂啊，地下作坊啊，地下运输队啊，地下商店。所以这个小商贩就是地下商店，就打击他，作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去打击。最初陈寿柱还很有热情地上街打击资本主义，渐渐的他有些恍惚了。越打越感到不对，我们一出来商贩就跑掉了，就不敢留在那个市场上，我们呢就清理一下就回去了。小商贩们都跑了，陈寿柱的思绪也乱了。我们赶了半天，群众反对，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呢总是感觉到不对。张华妹的小摊被收了，今天的菜钱没有了。那时候我一天赚了1块钱，就可以增添我一家人今天的买菜钱，解决家庭买菜钱。当时的温州，像张华妹这样靠经营小本生意维持生活的商贩就有近7000户，而在全国这个群体不计其数。陈寿柱的困惑和张华妹的窘迫在当时并非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其实这些情况早就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11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为了解决困扰着万千百姓生存发展的问题。这些三中全会呢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当时是逐渐的对自己的过去行为做法有认识，而且一直很内疚，就过去我做的是对不起人民群众，所谓保护社会主义搞的是伤害了群众，不是保护群众的利益。11届三中全会传递当时的主要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意味着原来那些认为不合法的那些都可能就要重新考虑了。
1979年9月28日，党的11届四中全会明确，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当时的我们触动很大的，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不合理的这些方法要改变掉，就讲改革开放了。1980年6月，陈寿柱和同事们开始深入温州城各个小商贩的家里进行走访调查，目的就是为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需求。我在2655户调查当中，80%是这么说，许多高中毕业生基本工作，还有是自农自编回来的，剩下20%是农村嫁城市妇女，还有或者出近郊的农民，他家里养的鸡、养的鸭、种的菜送到市场上面，这有何罪之有？温州民间有强烈的原来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人合法化的这种需求。实际三中全会以后，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多少会有这种意识。解放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实事求是又实到什么程度呢？谁都不敢冒进。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万物复苏。1980年8月，中央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也就在这年8月，温州市政府通过了市工商局关于对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张华妹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那是1980年10月下旬的一天，她刚刚把小摊支好。哎，快点，打棒来了，我们要赶紧跑位。张华妹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摊位。当然也害怕，不害怕我就不跑了呗，是吧？肯定害怕，就跑。张华妹的运气不是很好，她被追上了，但与以往不同，工作人员没有骂他，也没有收他的东西。现在国家有新的政策了啊，你们做小生意的啊，你们可以去领成一个个体营业执照了。张华妹愣愣地看着正在向他解释的政府工作人员。他说你们就不要跑了，领得证以后你也可以大大方方去做了。政府要为小商贩们办理营业执照的消息很快传开，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但张华妹并没有太多犹豫。只能允许你待业青年，还要去居委会派出所盖印过来，才能正式去申请这张营业执照。这就是对我们待业青年一个保证。以前做生意这么难哦，偷偷摸摸，现在他们叫你去办证了，你还不去做干哦？国家新的政策了，你肯定要去领证。第二天，张华妹就去工商所递交了申请。2个月后，她接到了领取营业执照的通知。很高兴，蹦跳蹦跳跳过去。这就是张华妹1980年领取到的那份营业执照，由陈寿柱亲笔填写。因为当时没有打字机啊，就靠毛笔写了。大概2个月，一共批了1844户。当时张华妹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第一个领取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人，但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害怕。有了这个证以后，我们可以做生意了，不要偷偷摸摸了，就是2个字，好了。1980年底，温州市为1844名个体户颁发了营业执照，此后各类小商户如雨后春笋般繁茂起来，温州的经验传遍全国，从此个体户成为改革开放后一个新的职业属性。不少人拿了这营业执照，如岳阳队啊，有了营业执照以后，这些人都有奔的。个体户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它的崛起也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第一个启动点。个体户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微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个体户就没有市场经济。40年，张华妹从花季少女变成了外婆，
他的孩子们没有辍过学，更不知道什么是挨饿。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一颗颗小小的纽扣被他卖到了全国甚至海外。如今张华妹已经第四次更换营业执照，这张薄薄的纸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也见证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有这么多的政策，对我们来个人来说，还是对我们公司来说，都是起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也很感谢国家这么好的政策，非常感谢。我是个体户，我很开心。我是个体户，我过得很幸福。我是个体户，我是个体户。